啊！睇下呢个咩料，对面条友，哇！见佢用巨岩糖同埋火神虫就知咩事啦。小伊唔系出咗副眼镜，珠外又出咗，要杀人啦，要虐杀对方啦，佢死硬啦！如果玩开单打打双打，太残忍唔敢睇，应该都系美纳斯再加草过噶啦，系、啊、嘛？哈拉克罗斯、啊，哈拉克罗斯作为呢个咩啊？烧伤毅力啊嘛，黑色眼睛。我覺得 West 嗰只鲤鱼龙好似系咩嘛？好似系盾形嚟啊嘛，系啦。咁啊，收咗步兵员就派咗啲兵技啦。哇 ，West 都有只战舞龙。呢下威吓毫无疑问对哈拉克罗斯有一个极大嘅威胁啦。警告 West 不要欺负新手。好。呢、這个电磁波是出色的，因为起码不会中佢烧伤啦。因为一嚟烧伤，其实如果麻痹同烧伤边个好啲咧？应该是烧伤好啲嘅，因为麻痹是减速噶嘛。咁而家基本上战舞龙应该是快过啊，唔系应该系鲤鱼龙快过哈哈罗斯先啱啊。啊！呢下有机会死，哦，都未死嘅。鱼跃龙门，佢呢下打落去一半到啦，应该系啦。击中我，就算唔击中都可以打。呢下打系杀唔杀到咧？应该杀到呢个血量，搞掂啦。双打轻轻松松啦 ，VS。冲浪，美纳斯。特工型美纳斯啊，好残忍！火神虫，美纳斯照用水技，火神虫有机会叠武。我觉得或者热风会不会热风呢，我觉得应该是火，应该用火之舞的。幻象术，嗯 ,ok。这下可以杀死火神虫了应该。哦，挑拨用了。急冻光线。火神虫。龙地，我哋临尾系龙地打班格拉，咁咪好明显 CG 咗咯，已经班格拉呢样就系铁胆嘅岩石沙暴队嚟嘅，双打通常会咁样配咯，通常会有两只天气队就放尾。最常见就是呢两只啦，因为岩石，因为呢个沙暴队嚟讲，得佢系最强啊嘛，呢个 combo。咁美纳斯照用水技啦，好明显就双岩奔，哦，不敢移动添。跟住对方就话：，哎，我都唔识打双打嘅，打开单打噶嘛，一定系咁讲佢。斗笠菇。我已经见到佢单打平时用啲咩技能屈人。斗笠菇通常咩啊？瞓都系嗰四招啦，嚟嚟去去嘅斗笠菇都系得四招。CM 自己也在。龙头地鼠死，班加拉就应该未死嘅。一半到啦嘛，系啦，佢只美纳斯都系特工型美纳斯嚟噶，应该系攞嚟阴人噶，但系佢只美纳斯就冇速度嘅，睇个款应该都系特工龙血嘅，因为睇到头先鲤鱼龙嗰度快过佢啦，咁鲤鱼龙可能都有放速度，而美纳斯正常嚟讲就唔够鲤鱼龙快嘅，
哦，或者可能李如龙放咗努力值速度度啦。嗯，哇，放多只梦妖喺尾喎。好，完结啦。啊，最强打手倒下嚟。双打喎，双打冠军嚟喎，第三届。好，改名先呢度。啊 ，copy 改就得啦。你不会双打是没钱买啊？黐线。我得啦，而家有。妈妈补给零用钱。妈妈冇急零用啊！唉，笑死啊！冇急零用钱啊！救命啊！真系。OK。我 P R I N G 啊，隔睇下先。系啦，系啦，系啦。冇急零用钱都噏得出。谁知最强打手企喺中间嗰个啊？嗰个听都未听过。如果最强打手系嗰个草干巨金怪嗰条友都话啫，呢个我听都未听过佢名，见都未见过啊！最强打手即刻起个底先啦。嗱，我嗰个仇家咧就呢度一定有嘅，除非佢冇打嘅啫。呢度喺边啊？佢咦？去咗边啊？佢睇先。咦，佢唔见咗喎。咦，唔见咗喎，嗰位双打嗰、那个。啊，冇咗排名喎、啊、佢。非洲区，使唔使打埋啲字啊？不过头先用我空白键嘅都。你帮我执执佢咯，简化佢。呢度系咩啊？呢度有双打。系啊 ，SEBAT 啊，呢、這个呢啲又打双打，李如龙，佢仲要用嗰个系沙湖球嚟嘅，佢、那、嗰个，佢嗰个系狩猎区场嘅精灵球嚟，突然之间嚟双龙欺负新手大赛。咁只揸字幅个名。睇住李如龙地震喺度，双打是主流好嘛？系啊，双打系世界主流咯，单打唔系冇主流嘅，单打都有嘅，不过唔多咯，系啊，唔多。即系 3DS 都有单打，无可否认，因为单打始终单打系一个传统嚟嘅，我觉得单打系 Pokemon 传统，因为双打系几时开始啊？双打好似系宝石嘅时候开始噶嘛。跟住之后，历代之后就开始有双打，因为点解呢？因为之前都讲过啦，单打太过麻烦。一单打咧，可能嗰班裁判咧，哇，睇嚟睇去转咗30几次重，转咗40，打咗成半粒钟有多啦，啊，唔得掂啊，跟住就改制变咗双打先主流噶嘛。跟住再改埋6-4呢啲更加快脆，更加鲜明啊！考虑到呢一个选手嘅心态啊，选择精灵啊，一切所有越。即系嗰个叫做先读啊，预测嗰啲对方技能啊，一切都要做得好好，我觉得6-4真系唔错嘅都 ，UU 第一啊，吓系啊，嗰、啊、个先系劲人嚟啊，嗰个就真系咩最强打手，可能都真系有啲机会嘅，系啦、啊，系啦、啊，呢度开地震啦、啊、条，我喺二分档有机会炒喎呢度，即系李如龙咁样嘅话。如果烧唔到佢，哦，烧到都好啲。但系只美纳斯系攻击型嚟嘅，系咯，特攻型嘅美纳斯。其实佢个最强打手，佢公会系咪得佢一个呀？吓，我真系唔觉得呢条友有啲咩劲嘅。就算单打你美纳斯出水技，特攻向球嘅一只草干都屈死佢咯。何来最强打手？
呢度唯有出只 3D 龙嘅啫，啊呢度唯有出只 3D， 只龟又冇咩作用，我觉得。哦，出龟，你的虎友就是你，得佢一个虎友咯，成个公会得佢一个。始终打呢个鲤鱼龙嗰个技能唔太多呢度，得一个人工会，有噶，有啲人有一个人工会噶，有啲人入我呢个工会之前系一个人嘅咋，我都记得有边个系一个人噶，嗯。好，佢后屘嗰只系咩啊？后屘有只哈拉克罗斯同埋火神虫啊！其实谂起咧，佢嗰个咩，佢嗰个树即系喺度周围勒着人咧，我觉得佢呢一个基本上咧系搵人学嘢咯呢条友。啊，通常学嘢都系透过打交噶嘛，即系我之前都系有只 game 咧就透即系疯狂同人打，即系唔会串人啊周街系啦。咁透过疯狂同人打咧嚟增加自己嘅实力嘅，我觉得呢条友系想做呢啲嘢咯。所以冇咩太多可以唔使同佢打嘅，有佢沉浸喺呢个单打度啦。虽然我唔系话单打唔好嘅，不过睇佢，不过我未睇晒佢啲重嘅。其实老实讲，我未睇晒佢啲咩重。不过知道佢鲤鱼龙就系攻击型啦，美纳斯就系特攻型啦。比较唔同嘅就系美纳斯系特攻型咯，就不会带这些重。我在双龙踢馆，踢什么馆啊？得一个人嘅，得一个人嘅工会，讲经咩？啊，下载。唔知叫我做咩？咩叫你做咩 ？H， 一谂到150。系啊，噔噔噔，学习装置 B D 龙，最强嘅剑蟹。跟住咩啊？火神虫、巨钳螳螂，哦呢度可以话分出胜负咧。呢度巨钳螳螂嘅话，因为打唔入啦，巨钳螳螂呢两只嘅话，美纳斯都可能打得入嘅，但系佢嗰只巨钳螳螂一定系有格斗技，我觉得。剑舞嘅几率有冇咧？应该都有几率剑舞嘅，因为子弹拳打唔死多边兽啊，即系打唔死 3D 龙。杂技。咩事要用杂技啊？呢度佢杂技呢个技能系打咩嘅？我想知打格斗系啊，佢冇道具，但系杂技打落美纳斯度都唔系打好多嘅啫。问 CM 急冻光线杂技，哇！佢真系靠一尾系咁杂技咋系嘛？佢唔剑舞又唔胜嗰只巨岩螳螂，净系用杂技？巨岩螳螂用杂技个打击面系打格斗系同埋虫。呢度一滚水，佢咪 GG 嗰只剧毒。哇！点解而家先开剑舞呢条？
啊，在这里站着。剑舞子弹拳杂技，哇！佢啲技咁咩嘅？一定有子弹拳啦，一定有剑舞啦。如果佢冇用格斗技打嘅话，咁真系冇格斗技，重技飞行技，哇！唔系啊嘛，揸只巨剑堂落佢都用到咁。仲有一只火神虫，火神虫就要用啲咩？哦，放咗回弹龟，放我钉。睇下先，美纳斯火神虫会开吸收打美纳斯，美纳斯会开自我再生。火神虫应该系啦，应该唔会开蝶舞啦呢度。呢下应该有机会死嘅，我觉得美纳斯系啦。咁我睇下呢一度多边，即系呢个 3D 龙打咩火神虫，但系打赢都打唔赢美纳斯，系啦。好可惜，呢两只摆头，独粒菇瞓觉，独粒菇用瞓觉啦，跟住哈拉哈罗斯会用攻击技啊，就咁。冰欧，佢应该会瞓只煤炭龟，我相信呢条友系啦，会瞓煤炭龟。所以最好应该放弃只狡猾天狗，直接烧落去，因为两只都怕火，中热风都好大机会秒嘅。我觉得呢度，杜拉孤独了，哈拉哈罗斯。哇、哦！大爆炸！哇、啊！呢、哦、下打落去煤炭龟应该都唔太一半到啦。哇！杀咗两只先啦，对面肯定。肯定系出美纳斯同埋李鱼龙，嗯，出火神虫啊！想偷天气嗰条，风妖精系草，纯粹草啊，咁即系要搞火神虫啦。睇搞唔搞到啦，火神虫、鲤鱼龙同埋煤炭龟瞓着咗都比较麻烦。其实如果大爆炸配多只鬼系会好啲，我觉得。麻痹粉。哦，唔紧要嘅，仲有机会。既然佢开电舞都仲有机会，不过就冇唔可以即刻即时麻痹佢咯，变咗双强化，再来一次，系啊，再来一次，睇下你边度一边只啦。正常再来火神虫会好啲嘅，因为鲤鱼龙打唔痛美纳斯嘛。李鱼龙有冇技打同美纳斯？好似冇，除咗君天雷之外，系嘛？除咗打雷之外，应该打唔同。定十万伏特啊！李鱼龙嘅招，真耐冇打，冇用错技。用咗咩技啊？你难道唔系用再来一次？而家有着数都唔系嘅，
一半一半啦、啊，因为对方四隻，我方都系四隻，煤炭龟瞓着咗，未必可以即刻醒到嘅，啊，未必可以即刻醒到。哦，麻痹瞓咗。咁呢一弯火神仲应该可以吸收噶啦，吸收有机会即杀嘅啫。急冻啊，打唔中。呢度再来只火神虫咧，应该。又系吸咗攻击嗰边，有雷啊！电落鲤鱼龙就啱噶啦。左定右啊？应该右手边啦，系嘛？如果系咁，火之诶，左手边喎、啊。咦？但系好似冇手段打火神虫喎、啊，话是话。有冇手段打赢火神虫啊？巨钳，巨钳都难搞啊！咁啊，麻痹埋巨剑螳螂啦，麻痹埋佢啦，发一定发一个巨剑螳螂嘅，除非系攻速型。哦，诶，呢条友咪开咗剑舞啊？真系。咁你快过去啊！呢度再来一次嘅话，正反风要精，咦？仲有一班火神虫应该解嘅咯，嗰、那个咩？不过唔紧要嘅。但系呢一弯我一定要搞得掂，呢几弯我一定要搞得掂巨剑螳螂。火神虫都仲可以不断屈住佢先嘅，其实除咗 3D 龙嗰边换煤炭龟啊，唔系煤炭龟瞓紧觉，唉，呢度瞓紧觉真系一个唔系咁好嘅状态。因为如果冇瞓觉，我可以换只煤炭龟出嚟用热风烧咗佢剑螳螂。佢临尾嗰只系咩话？阿四，哦，美纳斯，仲有一只。冇咯，火之舞。哦，咁推队啦，巨剑螳螂会再来一次，仲好似仲有一弯，呢度得翻煤炭龟可以出啦。呢度睇下煤炭龟热唔热到风啦，唯有咁。然之后火神虫都系用火技啊嘛，幻象术打只龟度，哦，冇啦都。如果只火神虫系咩技话，火舞？咦，佢冇虫技喎呢只嘢，佢火神虫冇虫技喎，反而有火技、超能力技，用嚟阴人嗰单打，冇啦。
输啦呢度要。一句金怪有手段打死火神虫都得嘅，地震，都得袭击。哇，佢冇子弹拳噶，用袭击系咩事啊？呢度，我谂点解巨金怪会？点解巨岩陀螺唔系出先？佢系啲咩技嚟噶？冇子弹拳？反而有其他技能，哇！好想知道佢啲咩技嚟噶，万力都冇招，铁头啊，唔通都唔会啊，应该。哇！呢个时候又用子弹拳，佢系未背好属性噶，其实。最好只系咩啊？美纳斯喎。真的看不透他那些选择技能的方式是怎样求其抽出来的。以后都一定是滚水的，没得选。这里没有雷的话就得降头咯，自我再生。啊不是，我降头是水系的，我太久没打了，我都。他想玩啲咩究竟？自我再生，超能力降技地震，仲有啲咩啊？格斗啊！玩到你唔中为止喎，典型单打套路。哦，太阳都完咗咯。冲浪，咦有机会啊！反而我觉得，哇唔系嘛，有机会，几多啊呢度？九点一应该死喎佢。垃圾到不得了呢条友真系，揸住咁嘅嘢都唔识打。哎呀，即系血都吐咗几升，见到佢咁样，嗰啲我谂嗰啲其他人咧望住佢嗰啲操作咧，我真系头先佢 3D 龙嗰度又唔系子弹拳，另外嗰度咧打巨金怪又用子弹拳，走场了，走场啦，仲唔走咩？